证明自己。如今这个社会，目前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重力压力，他被俺化作动力。花了好几年，俺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感情上的失意，他被俺看作激励。山盟海誓的爱情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不想再失去，俺继续努力。可是俺得到的还是他娘的一败涂地。俺再一次的激情和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俺换来的又是迎头痛击。当俺往前追的时候，俺会把外砸的更激痛，鼓励满足了。